展览的单位，壮年班的圣徒们，感谢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及朋友们，台湾福音工作全时间训练壮年成全班，从2004年以来已经进入第15年，台岛及海外参训学员已经超过2000位。壮年班的学员借着天天操练过圣别的神人生活，装备真理，生命长大，学习配搭侍奉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是借着训练，他们在传扬福音，喂养新人，成全圣徒，以及伸延建造等各方面被成全，成为基督身体上活而尽功用的肢体。今天他们要借着福音诗歌及得救见证，将他们所经历所享受的这位救主耶稣分享给所有的福音朋友们。接下来我们请壮年们的学员献唱一首诗歌，需要耶稣。感谢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神实在非常的爱我们，为了救赎我们这样的罪人，他亲自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如今他更成为赐生命的灵，要进入你我的灵里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平安与喜乐。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他们甜美喜乐的教会生活。 Amen。我们是来自台中市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先一同欢呼三声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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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我们要唱第一首诗歌，教会生活辉煌之际。
上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。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能见证的。这是何等喜乐！现在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还有圣徒们，看着荧幕上的字幕，我们一同欢唱《唯见荣耀里的基督》。接下来请新竹和苗栗的弟兄姊妹带来他们丰富的陈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阿们。接下来将由竹苗区的亲职圣徒带来丰富的展览。我们要展览补充本诗歌930首，请弟兄姊妹也可以看着大字幕和我们一同唱日进一日的第一、第三及第四节。没有字幕，在后面。
外的年长的可以先进来。现在想邀请弟兄姊妹们再和我们一同唱《日进一日》的第四节。201首。